听说今天你们给我准备了好玩的项目，就是飞镖啊。那我就勉为其难的给你们展示一下我的飞镖技术吧。哎，今天我们请来了心理专家和塔罗牌的老师给你做一个心理测试和塔罗游戏。那不是玩飞镖啊。其实你刚才飞中的环数是代表你可以问问题的数量，那么你刚才飞到的是一。刚才全都不作数啊，我再飞一次，全都不作数。不行不行，不能破坏规矩，所以今天你只能问一个问题。我问一下，我下半年会不会有假期吧？颇有赌王的架势。突然有点紧张，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我们依次来看一下第一张牌，这张牌本身是有出行的意思的，但是是逆位，就代表着出行这件事情是受阻的状态。第二张说明你在下半年应该是会有很多的合作需要完成，很难脱身吧。那第三张牌呢，代表的是下半年的这个挑战还是挺大的，然后你自己手里面抱了很多的任务，可能自己都有点应接不暇。不过好的一点就是在下半年的工作当中能够发挥自己的创造力，然后让自己的成绩变得更加优异。太好了，其实我心里已经有个预设了，我知道我下半年会有很忙，会有很多的事情，就是想侥幸问一下有没有假期，结果就是每一个都说到点上，非常的准。好，下面我们请来了一位心理专家老师，然后给你做一个心理的小测试。好，首先呢我们来做一个绘画的测试。这个包装的东西很多，因为它叫三级包，手机、耳机、家里的钥匙。其实呢，就是画包这个主题呢，可以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感受到的身边的人或者是事情带给我们那个压力。首先呢，画的这个包呢是一个双肩背包，所以呢其实象征这个压力感是比较大的。然后包里边的东西呢，其实代表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感觉到压力感的那个来源，手机还有银行卡，这两个呢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用到的，所以呢它跟这个现实当中的工作还有财富方面的这种能力。对，这个身份证呢象征着一种能力，耳机这个东西呢它跟这个个人的一些私密信息，还有这个放松休闲有关系。就是我一般比如说出去坐车或者是在任何地方我喜欢清静的时候就一个人戴着耳机，就不太愿意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就戴着耳机，会有安全感一点。那这个钥匙呢象征着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人生方向发展方面需要有自己的自我把控能力。哦，就是老虎。我选一个马。选一个小兔子吧。那你感觉这三个动物哪一个最能代表你？老虎。老虎这个动物呢其实象征着人心里边非常勇猛有力量感的这一面。马这种动物呢其实是象征我这个人是非常的随心随性的那种性格，然后呢比较洒脱，比较自我，比较奔放。这个兔子其实跟老虎和马就不一样，其实它代表你性格里面的另一面，像你小兔子一样，柔柔的毛茸茸的，给人带来很亲切亲密的那种感觉。精准。好了，今天的心理测试测试完了，然后我觉得两位老师说的都非常准确，实话实说，就是可能平时自己没有发现到的一面，然后今天被发现出来了。最后呢，我还碰到了一个我的好朋友。